你来开饭吧。老板，你别动啊！做好了。对，别动啊！啥时候吃？你坐好了，小花来，坐下，你坐下行不行？能不能稳当的？啊，宝宝，你坐好，快点，坐好了，坐下。他妈稳稳当当的啊，别乱动弹，听到没有，小花啊？啊，明天爸爸给你们煮鸡胸肉吃啊。爸爸今天出门了啊，今天回来晚了，不赶趟了，好不好，好好啊，明天我就给你们做肉吃啊。哎，啊，快睡觉啊，别动，花花。别动，小花花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瞅瞅你。坐好了，坐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钓鱼的人非得捡下。忍不住了啊！坐好了，过来，小花，别让我跑了，坐好了。你坐下，你那粗溜什么？坐好了，别动，坐好了，坐下，别动。马上开饭，家人们啊！你坐下，小花来，坐下。你过来，坐下，晒脸是不是？怎么的？坐好了，不许动。你坐好了。妈说不听你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许偷吃啊！
你们又偷吃，又偷吃，那小花你来，二宝，别吃了，二宝，你先过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，小花，小花，你干啥呢？你过来，你干啥呢？你过来，好来，坐，坐下吧，坐下来，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别坐，二宝，坐下来，坐，好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，坐，二宝，坐下，小爸爸，你坐下，别动。二宝坐下，小花坐下，坐下，不举动了啊！别动啊！准备，十，坐好，九。二宝坐起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快点来，坐起来，坐好，别动。八、七，坐好，别动啊。六、五、四、四。四三，爸爸你吃错了，二宝吃中间了啊，走。我说话得小点声了，姐们，不能像平常那么放开了喊了，我天啊，咱们得小点声说话了，这他妈大哥找我了。昨天大哥找我来，告诉我小点声说话吧。啊，就这么个事儿，家人们。我现在说话你们能听清吗？能听清，公屏上打个能听清。啊，笑死我了，三个宝宝太可爱。啊，三个孩子各有各的心思，老铁们。啊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信仰，是吧？能听清是吧？好，能听清就行。今天出门了啊，今天出门回来晚了。要不然不能播这么晚，以后咱就按这个队形排，是不行，老铁们啊，这么丑，是不是谁都能瞅着？你还是喜欢吴饼啊，老铁，你喜欢吴饼，你关注吴饼去啊，啊，他的号叫吴饼爱吃小当家，铁了，你关注一下吴饼，啊，没事可以，啊，不管是他直播还是发段子，你可以多支持一下子，好不好，铁子？啊，感谢你啊，谢谢，真有心还不少呢。欢迎乾隆啊，我也想买一只狗，但是咱家没有，铁子啊。你想买狗狗，到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啊。真的养水啊，养水去养狗啊，真的挺多乐趣的。为啥狗两点放水？吃太快了啊。吃太快了，再一个狗我们平时喝水喝的少，现在天凉了，我们东北这现在穿棉袄了，我给你们看我穿外套，厚厚老铁们，我穿着外套，看到吗？加绒的，嗯，可厚了，这白天晚上穿这玩意儿都不热了，所以说狗狗们现在就是，啊，屋里不热，喝水喝的就少，就是让他们多喝点水啊，在家也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。气死我！叫你开门啊，没听着啊 ，sorry 啊，我先去开门去啊。门给我使呗，家里门连。你跟我说话呀，说半天了我不搭理你了。
十分钟录哪个吗？写了十分钟，狗粮都得放水，不用了，铁妈。正常你们家就是，假如说就一只狗狗吃饭不快的情况下，你不用放水啊，不用放水。咱们家狗吃放水放习惯了，你不放水了，它吃太快，像小爸爸一大口一大口往嘴里卷。哎，不放水的话，很容易噎着啊。以前总噎着，一噎有的时候就噎吐了。最喜欢无饼无食啊，谢谢啊。谁来了去开门？我姐啊，我家我姐。上小黄车有人买船，好嘞。我把肠给带我上架，家人们。狗狗吃的肠啊，这罐头也挺好了，行吗？咱们家养狗，你们可以拍到咱家罐头，真的超好。上了啊，二号链接是肠啊，狗狗吃的，专门给狗狗吃的，挺好的。小花最后洗碗，那必须的啊，刷碗工嘛，对不对？每天吃完就玩圈，谁到了成惯例了，每天吃完不管圈在哪，他得先去玩，再叼过来玩一会儿。你怎么吃？这一不让喊嘛，点名点不了了，行吧？因为一叫嘛，旁边邻居受不了。等到十月份以后，大哥十月份以后他就不在家了啊，出门干活去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十月份以后大哥走了以后，咱们就能点名了，是不是？点名的话，就万万好好把他声音开大了。啊，主播，你知道小花气人随谁吗？那肯定随我了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那肯定随我了，是不是？罐头多少克？375克的铁子啊，咱家罐头是大克数的啊，它这是属于主食罐，老铁们啊，主食罐啊，这一大罐375克，39克有六罐啊，合到6块多钱，6块多钱一罐啊，挺合适的。你看咱家假如小狗啊，这一罐至少能吃2天啊，给它拌点狗粮，狗愿意吃啊，非常好。而且它是专门给狗做的罐头，特别淡啊，盐口比较淡，没事老铁啊，有需要你们就拍啊。行了啊，妈妈啊，玩一会儿得了啊，玩一会儿得了，妈妈快点来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来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下下给我来，回去来。三三一块太闹了啊！一会儿大哥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走，妈回去，爸爸，爸爸回去，小花回去，小花回去，二宝坐下，小花回去，回去来，今天回去，小花。回去，快点的，进去，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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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小花，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底线？你现在给我回去，我啥也不说啊！你要不回去的话，我明天我让你饿一天，信不信？回去，回去，快点的，回去，你给我回去，小花，回去，回去，进去。回笼子，快点的，回去，小花回去，回去，小花，你给我回去，回去，说了吗？20多遍才回去，什么玩意儿？那小花，你这一天你真的是太让我生气了啊！啊，是啊，老铁们不让他们出来玩了啊，咱就一个一个放啊，一个一个狗出来，这样的话我能控制住家人吧？啊，一个一个狗出来吧，它不用那么闹腾啊，它也比较听话。咱在一块儿吧，我有的时候我也拦不住啊，就打就闹没完没了的啊。你说我还不能喊啊，还不能打，还不能骂啊，我还不能喊，是不是啊？为啥不能打？打大家伙心疼啊，骂分号，是不是、啊？然后我一喊，旁边大哥邻居受不了啊，小声说话跟放屁没啥区别，他们还不听啊，所以说整挺尴尬。小花，你是不是要挨揍？
来，老铁们，这个画面儿童不宜啊！小花，你给我老实一会儿，听不听见？叫唤什么啊？儿童不宜，老铁们啊，不能让你们看。好了，又装听不到，上去坐好了，坐。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都轻轻的，小心行事，听懂了没，二宝？听懂了就摆摆手就行了，不用说话啊。啊，听懂了。哎，好，你趴下，上去。好，坐下。趴下。趴好了吗？趴下。上去坐好了，别动，来。趴下。趴下。趴下。好，别动啊，来盘个腿，来。盘腿。你往这边点。啊，你往这边点啊，好，别动，好，盘腿来，二宝，盘腿，盘腿，你下趴下，你盘腿还不会了，趴下，趴下，别动，好，盘腿，哎，好，宝，你看这就对了呗，别动啊，老铁们，咱给二宝拿点奖励了，咱必须得给二宝拿点，怎么着？来。来，给点奖励啊！那腿再盘一下，来，盘腿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好，盘腿，盘，盘。那时间长，有点忘了啊，有点忘了。没事，老铁们啊，咱表演点别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下来，来，坐好，来，二宝，你能不能好好配合配合爸爸？行吗，二宝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啊。好，姐，情绪有奖励啊，坐，别动啊。啪啪，第一颗子弹可能是没打中，咔，姐，姐。好，非常棒啊！啪！怎么样，老铁们？这枪法啊，百发百中啊！别动啊！家人们，我擦擦摄像头啊！欢迎我小白姐啊！欢迎直播间所有朋友们啊！欢迎大家，谢谢二宝姐，坐好，哎，接，让二宝互动一会儿啊，让你们看看二宝脑瓜子聪不聪明，好不好？啊，二宝坐下来。小万万，你能不能老实一会儿？咱别呼隆呼隆的，行不行？你想出来等一会儿，咱一个一个来，行不行？你要不乖的话，我就得等着点放才能放你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什么时候听话了，什么时候放你，不许乱叫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万万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啊，好，别动了啊，听懂了咱给个好吃啊。再给个大点的啊，小花，你听不听话？坐好吧，二宝来，坐好了，别动，坐下。你听不听话？啊，听话啊，听话行，不许乱叫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？哎，好，你看多好，老铁们，是不是都能听懂啊？我让万万也小声回答我一下啊，万万，你能不能听懂爸爸说话？好吗？哎，好，哎，你看这个音量正好，万万啊，以后跟爸爸说话就这个音量啊。身为一个资深的美女，咱说话声音必须要温柔，听到了没有啊？我再问问二宝来，二宝你坐好来，真是坐好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别动啊。好，那就我问问二宝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啊，家人们啊，二宝你能不能听懂爸爸说话？能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你能不能小点声说句话？行了，小点声，还在看隔壁大哥的。那现在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没让你说话啊。好了啊，这也太乖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必须的，家人们啊。每个孩子，你看他单独在一块，单独出来的时候都很乖啊。二宝，听话啊，别动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来，坐下。坐下，快点，坐下，坐下，别动，坐，坐下，你坐下，你坐下呗，行不行？坐下，
你往后点来，你坐下看不着你了，坐下，二宝，坐，坐下，别乱动啊！欢迎嘻嘻哈哈，谢谢，感谢苗苗啊！怎么走了呢？二宝叫完眼神还瞄了眼隔壁，对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啊，叫完之后看隔壁大哥有没有反应，咋的？你能看着我？你有透视眼吗？啊，好了，二宝来给大家上点才艺啊，上点才艺啊，别乱动。大家吧，还是老规矩啊，先让二宝套个圈给大家看看啊。来，拿过来了。放上这儿来，给我来，把门关上来，把你门关上来。过来，过来，门关上了，关门，关门，把你门关上，二宝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你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二宝关门，二宝关门，关门，你的门关上，把你的门关上，对。小花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瞅瞅你，不许叫！闭嘴！我说话都这么小声，你在喊什么？二宝，这回咱们三个圈全套上，听懂了没有？那我真服了这老六了啊！是把仨圈全套了，给我来，拿过来，二宝，你拿过来给我来，啊，都给我来，都给我来，我撇出去啊！你坐好了，坐一下，不许动啊！我让动再动，听懂了没有？别动啊！回来，过来。过来，二宝，二宝啊，你过来呗。你先给我来，你先给我来，再给我来，那个也给我来，给我拿过来。我的妈呀，咋整？二宝，你过来呗啊！你怎么今天晚上这么兴奋呢？娟，你把那个圈捡过来去，那个、圈捡过来去，拿过来。小花，你能不能别叫？二宝，坐下来，坐下，坐下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，听到了没有？好，撇出去了啊，我让动再动啊，别动啊。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套圈。好，一个，来继续。哎，两个。继续，哎呀，老铁们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咱家狗狗的绝活啊，老铁们啊！你这整的，我看你直播大气都不敢喘，是不是？老铁们，你们看直播没事啊？看直播没事，看直播你们紧张啥呀？我这是挺紧张啊，我生怕再影响大哥，真的，我特别特别不想让大哥再来找我，你知道吗？挺尴尬的，是不是？你左一遍右一遍跟你说，你嗷还影响人休息，不过分了吧？是不是老弟们？啊，给我来，哎，好孩子啊，拿放我手里。啊，老弟们看看，放我胳膊上。啊，好宝宝，这样过来。谁掉谁掉，是不是老铁们啊？怎么样，咱家二宝是不是也掉了？捡起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又掉了，捡起来了，哎哎，好宝啊，哎呀，又掉了，快点，哎呀，你看老铁们这孩子多能干，看掉了他就给我捡起来了啊，哎，好，你看，哎呀，哎，掉了又掉了，真的这孩子真的太能干了啊，二宝啊，你咋那么棒啊？害怕有敲门声呗，可不咋的。好了啊，给我讲了。不许去抠去，过来。来，给你们上个别的才艺啊，上个别的才艺啊，上个什么才艺呢？让二宝
捡东西，今天咱把这个东西捡那个盆里边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咱把这个东西放这个盆里边，让二宝啊，我随便不管撇什么东西啊，我不管撇什么东西，二宝都能给我放盆里，是不是？二宝再瘦点更好看，这个体型可以，老铁啊，这个、体型这么不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多好看这体型啊？是不是？下来了。家人们啊，我拿这纸壳是干净的啊，过撕几块，好，我来一撇，我来一撇，来，过给我了，好，二宝，再拿一块来，对，给我来，小花你闭嘴，小花你闭嘴，给我来，哎，好，还有一块，给我来。二宝过来给爸爸来，拿过来，好，掉那块咱捡起来，给我来，放我手里，哎，好，行，把这三块纸壳子给我放盆里，拿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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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坐下去，我跟你说完你再走，小花你别说话了，你嘴咋那么碎呢？闭嘴。大哥又打电话了啊、嗯！打电话了，咱小花呢跟他呼噜呼噜的，啊，影响人休息了。啊，大哥说墙这个墙吧，确实是太不隔音。你看我说话声音都这么小了，我尽量压低声音说话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想到吃龙的来回一逛的吧，声音可能是人也受不了。二宝回去吧，二宝过来坐下，好，别乱动，听到了没有啊？你把这个纸壳子给我放盆里，咱今天表演结束了好吧，啊，放盆里啊，去吧，对，放里，小花你再叫我就揍你了啊，不放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小花哪看着玩老叫，还不听话，小花，回去吧，我来，今天回笼子进去吧，啊，就不放你。坐下来，小爸爸，坐下，别去踹笼子啊！坐好了，啊，就咱们这么说话肯定是没事儿，啊，这么说话肯定是没事儿，是不是？那别让他动弹就行了呗，就他不听话。哎，坐好，看看得了啊，也不能说，不让你坐好了，爸爸。你看，让你坐好，爸爸，爸爸跟你说话，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爸爸呢？能不能乖乖的别动啊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别动他，别动他，别动他！哎，坐好了，坐点，快点。
磨牙棒，以后咱也不能天天说光吃磨牙棒，大伙也不愿看了，对不对？以后早点播。哎，我今天是有事儿，老铁们，出去办事，回来晚了。下来。不让他出来，这事叫的啊，他就是着急了啊。看二宝剪纸壳子，他还想出来玩，着急了啊。就是这个性格的事，老铁们啊，性格比较乖张。你看小花在外面玩的时候，二宝和万万在里面基本上很着急，有时候也着急啊，但是他少了，是不是？你别拿盆了，一会儿掉地又叮当的了。哎，是是，不让他玩啊！坐下来，把我给拿点好吃的来。坐下，坐下，别动啊！真准啊！三宝，二宝比较稳重，是不是？这小花吧，他这个性格吧，就是，你这吃一个跳一个，你这直接接不行吗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跳没事啊，对吧？嗯，这么跳它能有啥动静啊？我咱地板呢，对不对？楼下没有人，小花花，小花你别再叫唤了，也别再乱动了，行不行？我也是真服了，老铁们啊！那你说，下来，你能不能老实一会儿，爸爸？坐下别动，行不行？你干啥呀？踢了踢叮当的。下来。别叮当的了啊，咱轻点行不行？下来，小花啥时候怀孕呢？啊，发情以后再说吧，老铁们。今年不得不打人，他们是明年下来，小万万。小万万，给我下来！晕了，嗯，哎，不变的事儿，下来，你干啥呢？楼下没人，
声音主要是几个地方啊，一个是狗叫，第二个是我喊啊，我昨天嗷嗷喊，大哥就找我了啊，然后说今天没敢让狗叫，我也没喊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出来表演才艺的时候，在笼子里的着急了啊，他就去创笼子，叮当叮当的也不行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咋的？我回去吧了，我还出来待两分钟下节了。嗯，咱们刚才都说了啊，说了咱不播了，咱也别没完没了，好吧？啊，小花给我吗？小花不给你啊。来，坐下来，小花。坐下，看你干啥呀？左一圈右一圈儿。好，坐下吧。坐下吧，你从来都不行，你坐下行不行啊？坐好了，别动，坐好了。坐好别动，哎呀我摆弄不了你，你坐下吧，别动，坐下，坐，能不能不动？你就不能听点话吗？在笼子里也不听话，出来爱不听话，坐下，坐。坐下，坐下别动，坐好了，能不能不动的了？能不能？老实了，能老实一会儿吧？那你是不是不服？服不服？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咱小花温柔的，老铁，我这对他够温柔了啊！这换个脾气暴的，这一天他一天得挨他妈的100多遍揍，欠欠的一天啊！你坐好了，你知道你过来，你坐好了，坐下，别动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不动了啊？你不许动了啊！你听点我话啊！那谁家狗不听话？除了你，你瞅瞅还有一个不听话的没有？啊，怎么的？干啥？想吃啊？那不能忍着点吧？能不能？行，我们就行。怎么和吴兵长得这么像？老铁，他都是八哥，他一个品种，他能不像吗？那你坐好了，别动，坐好了，坐下，啊，别乱动，好不好？啊，不乱动啊，就吃点就不乱动了，是吗？啊？
乱动。怎么了？他学我说话啊？那你学我吧，你说你学个爸爸，啊，你学我听听怎么说，爸爸，嗯，爸爸，大点声，爸爸，再大点声，爸爸，哎，老弟们看到了吗？学出来了吧？嗯，咋了？爸爸。听见了吗，家人们？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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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你能不能张嘴说说俩字啊？你那一个嗯，你是占我便宜呢是不是？啊？没有啊。好，爸爸。嗯，行啊。小花属于什么品种？八哥啊，铁的啊，八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伙吧啊，谢幕吧啊，再见。好。等会儿没让吃的，你等，你等一会儿行不行？能不能等一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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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，满眼里全是在吃的了，你们说说。你这出息，我们跟着一起去厕所吧。一会儿出去，你们要看看呗，是不老弟们？一会儿领他们出去上厕所，你们要看看吗？你别吃了，大哥，你忍住，你看看你，忍住行不行？忍住，忍住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忍住，不许吃。看我，嗯，你看，真有点出息。这里，这里，坐好了，别动，别动啊！老铁们，给你们看啊，小花胸前的旋儿啊，带劲不？啊，小旋儿带劲不？是不是？特别圆啊！坐好了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谢谢我，停，感谢妹妹啊，这些。啊，停，啊，都吃了吧，让吃再吃了，嗯，哎呀，真的，那小花跟吴饼一样，就对吃的感兴趣，啊，你只要给我吃的，让我干啥都行，就他，小玩意儿，乖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我领他们出去上厕所去啊，咱们差不多下播了，太闹了。我今天倒是不困，我今天倒是没困的啊，但是这几个狗太闹了啊，隔壁大哥还找咱们啊，咱们就消消停停的，老老实实的，是不是家人们啊？别闹了啊！我都打哈欠了。
干哈去了。